哦，这是 New Ranger 是不是又大大刺激大家想要买皮卡的这种欲望呢？罗哥，三种车型怎么选？这次出来三种，第一种是这个 XLT， 就是呢客用商用两厢仪，它的价格是133.8万，但是它就是在动力上面，虽然是 2.04 缸柴油，但是它只有170匹马力，因为它是单涡轮，但是可变几何叶片的那一种，所以它马力稍微小一点，而且在越野模式上面也比较少，然后你有一些东西你可能要比较少，它是四个模式，对，它只有四个模式。好，那今天介绍的这一台当然就是我觉得也是最多人选的，它的价格是156.8万 Wildtrak。 那我们刚刚讲那么多，这台真的是我觉得也非常实惠，你看看虽然多了23万，可是它全部的配备来讲实在是升级非常之多，而且动力也大得多嘛。对，但是呢今天在现场，我相信大家可能不约而同都说我要那一台。对，这一台呢是206.8万，你看它 3.0V6 双涡轮，哇，292匹的马力耶。对，一定是不得了，而且它有一个那个高速越野模式。对，所以罗哥要选 Raptor。这个大概威毅呢？对，我选了。你开始开回去了。大家都想把你开回去，是这个啊。阿仁啊，对啊。哎，这痛一点呢？我 Raptor。但是说真的 ，Wildtrak CP 值也很高。飞鼠王机线从电视荧幕飙上官网了。全球第一手车市报道。年底 Toyota 的全球。这是速力照，我们现在试驾就。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。其他群众你也看不到吗？踩下油门，地球王机线邀您一起上线。